早餐，我踏入绒尘，长到不行的大通道，走嘛走嘛走嘛，但是好累哦。如果像凯文一样就好了，可以飞呀飞的飞到龙之前方，又是迟到的一天，挤满人的排球场，路上交通的篮球场，散步贪心的操场，泳池的冰凉还记得吗，还没整修完的图书馆，抱歉不能摆的空子上，现在都要道别了。